二号 Angus 任孝聪是今年年纪最小的参赛者，你会不会因为没有其他参赛者这么多经验而觉得输蚀了的？我不觉得会，因为我们八个入面其实都各有所长，所以不会说因为我是最小的那个而令到我有特别大的压力。还有我们个个相处其实都很友善的，可能就是因为我最小，所以他们个个都当我好像 little brother 一样，有些东西我不懂他们都肯来教我。Angus， 你都参加过不少学校的歌唱比赛，这些经验又可以怎样帮到你在今次的比赛呢？我觉得我的经验帮到我很多，例如我至少现在在台上不会说很紧张先。我看回我之前比赛的时候的 video， 我看到我自己有些做得不够好的，例如是我的企位啊，可能我的姿势啊，还有我感情的投放，我可以将它修正，令到我今次比赛的时候可以做得更加好。同完二号倾完偈，跟住就轮到同七号参赛者 Carter 王家德啦。Carter， 我知道你在面试当日是 walk-in 的参赛者，为什么会这么迟先参加的？我这么迟先参加，因为我知道那时已经过了 deadline， 但一知道那时就很兴奋，因为很喜欢演戏，所以当然我就 walk-in audition， 因为我不想失去这个机会。你在表格上面填写没有特别才艺，那你想着在决赛的时候怎样突出自己呢？我填 talent 的时候以为只可以填跳舞和唱歌，但是原来篮球都可以做我的 talent。 我由小到大都打篮球，参加了很多比赛，赢了很多奖，中学都做了队长，所以我决赛的时候会用篮球做我的 talent。 想看其他参赛者的访问，就要留意我们接下来两个礼拜的节目啦。想紧贴型男家族的备战实况，就梗系唔可以错过新时代官方网页嘅报道啦。